睡时间要到了，你早睡了吗？还没有哎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2019跟2020的课税其实有很大差异。那听说2020年可以扣税的项目更加多，所以我还要好好的研究研究，看看怎么样经营报税节省更多。那待会呢，活力加油站也请来财务专家来帮助大家。